这个赛姆先生相中妹妹的车，哈哈，他说要买个这个车带回美国，运回美国。我送给你了，你拿走吧。你买新的车以后，买新的车以后，这个给他。谢谢。这一大家子吃饭，都占了人家半个餐厅，看到没？这儿一桌，这儿两桌。啊，你的牛奶在那儿，这我给你拿过来哈。这儿还有一桌。儿子说他超级喜欢这儿的牛排，是吧？你们先吃牛排吧。看我们的小菜，还有榴莲千层，看着挺好吃的。来中国，这次回来第一次吃牛排，好像以前我们每次回来都要吃一次牛排，是吧，哈尼？吃过了。啊，吃过了。这家是第一次来吃，尝一尝。It's really tender， 好吃哈，好吃就行，你喜欢就行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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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们点这一桌菜，仙女来啦，仙女好美啊，今天是吗？坐吧坐吧，再把它码给哪儿了？你也没有嘴打了桌，咱只有分开坐。好吧。夜市这会儿已经灯火通明了，看到没？你家人吃饱了，你看看他拍粽子呢，也喝好了，准备回家啦。这个大绅士专门为我们一家人开门，谢谢，没有人了，谢谢。吃得好吗？今天吃得好，吃得好就好，开心吗？开心。突然加点十几口给，要是出去旅行，租一个团，你点我匿名。下楼了，带你们看看我们开封的夜景，稍微转一圈啊，走。这一道街呢，就是我们开封最繁华的一道街，它叫中山路，中山路南路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在修的地方啊，往里边走啊，就是那个去龙亭。龙亭呢，就是宋代皇帝坐的地方，就是吃喝住行的地方。但这地方修了，不带你们去了，过不去。我们往前走吧。中山路它很繁华，就是开封市最繁华的一道街。如果你们来开封玩，一定要别忘了来中山路转一转哈。它有世界品牌的，你们想要的一些品牌的东西，这儿只要在中山路都可以买得到。坐车上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们开封的夜景吧。这个马上就是到鼓楼啦。大家都知道开封的夜市最有名啊，好多北京啊上海他们开车来我们开封吃夜市。这个赛姆先生相中妹妹的车，哈哈，他说要买个这个车带回美国，运回美国。这是咱中国的品牌比亚迪，他看中了啊。我送给你了，你拿走吧。你买新的车以后，我买新的车以后，这个给他。我也觉得这个电车可实用，可好，起速特别快，关键省电呐！你超级甜才用几十块钱电钱，掉咱那打车，你想想，后来这俩月光油费都在小万把块，跑了广州、厦门，然后来上海，你想想，咱跑一趟西藏、小二维啊。我直接拿奔驰啊，跑到西郊两趟半，再加二百块钱的油，给，这个啊，30块钱的电，跑4天啊，给，啥概念？你说的都是，这弄生了，生活中弄生了，为啥咱必须生了呀？我们回到家，现在也不打麻将了，在研究这个车。我也可喜欢这电车，坐上感觉可轻便。送给你吧。但万不一样啊。它主要是静音。哎，静音好。七速快。哎，对，七速快。那个汽车，还没有七速，骑起来都偏好远了。啊，运一辆回美国吧。给中国买个车，光油费得花多少钱？还从中国再运过去一个。也有吧，应该。有。有电车。有这个品牌儿。奇瑞是有的。对，奇瑞应该也是有的。我送给你一辆汽车，我们中国的比亚迪，送你一辆，带回美国去吧。你老婆送给你的。